再开一局。一裁缝机已能定品，南蛮入侵，定品寻良记，宗正判难决，杀杀杀杀，铁锁连。
有人说你们不好打了，你等我出完牌再告诉我你觉得我们好不好打，别着急。来看我节奏，听凭寻良计，中正探人杰，取财不值论能行赏，听凭寻良计，中正探人杰。所以你告诉我能不能打。大事，我们姐妹不便参与。无中生有，声东击西，敌寇一往成擒。无懈可击。中只要在魅步效果下使用任何的一个普通技能都会触发止息。止息的意思就是说强制把你的所有手牌视作为杀。其实像这种不是太影响战局的技能也不用太注意，就是在面对孙鲁豫的时候你就记住，其实有没有孙鲁豫都一样，就是你永远不可能把太过核心的牌放到宝物里，就是要小心他把你的宝物里的牌弄掉。是为无国之祸啊。杀列公之下片甲不存，不过如此嘛。取财富值论能行赏，听凭寻良计，
中正，你的牌太多了。礼法容情，拆拆拆，一个钉子都不留。取财富，饿了，论能行赏。你开心吗？过河拆桥，一个钉子都不留。我就问了，主中内还有谁不服我陈渠？每轮至少拆他们六张，已经拆了十三张牌了。十三张，若要动手，就请先杀我吧。五谷丰登。还是改日吧。感谢无赖。马上登录，解除陈群封印，是应该解除封印啊。反正我是解除了，这个像切记只能当反哈，这是一个只能当反的，声东击西，还不错的将。敌寇一往成擒，通川巨粮，伐吴之业，当步步为营。哎呀，这么多礼物，感谢瞌睡的猫一大波演员。草皮开始演了，嘿嘿，草皮说：“哎呀，陈群打出这么大收益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得演一波，假装自己中乐。”萧墙之乱，宫闱之幸，实为吴国之祸啊！关于已经触发的止息效果，我还是要多一句嘴。止息效果不克制三国杀全扩中任何一个转化型的锦囊。什么叫转化型的锦囊呢？就比如说把两张红色手牌转化为乱击，比如说把所有手牌齐色转化为什么什么，都可以完全无视孙如玉。自古就是邪不胜正。江南众义，为什么我只能看你的无上？莫非你的账号只能打开我的直播间？那就对了呀，让这个 bug 持续下去呀、啊，兄弟，不要修复，不要找客服。如果你只能打开冰封的直播间，那就对了。多心不义，有冰封了还要别人干啥？啊，只有进我的直播间有画面是吗？挺好挺好挺好。我希望这个 bug 波及到所有的战棋用户。从流者死。萧墙之乱，宫闱之幸，实为。这时候最怕的是黄忠有诸葛连弩。黄忠有诸葛连弩，再开个吴忠，那完了，手里的锦囊全是杀。雷杀，穿墙射柳，百发百中。应该有逃吧，我觉得。那孙鲁豫死了的话，其实非常被动，被动到炸。理所连环，理
把荣情真的有诸葛连龙吗？尊浩大恩威吓唬我呢，吓死我了。如果三四这轮挺难的，其实我想想，听凭寻良计，中正看人杰，取财富值论能行赏，听凭寻良计，九中正看人杰。怎么样？第一轮拆了六张牌。第二轮拆了七张牌，第三轮又拆了六张牌。冰帅帅在一局游戏中拆了十九张牌，甘宁能做到吗？甘宁做不到，邓艾做不到，张辽做不到，但是冰封可以。乐不思蜀，只求相夫教子，不求参政议事。哎，这把可以发个视频了。这把的陈局长水城以怎么说呢？就作为一个辅助将，已经比较好的展示了陈局的用法。天下之事，必归大位。曹丕终于不演了，未能得见，演不下去了。南蛮入侵，攻势为重，宴席不去也罢。杀。我们来问一下队友，他们觉得谁贡献最大？弦断了，大声，大声告诉我，谁是反贼的老大？看队友说什么。这个做了一个流汗的表情，岂容小人搬弄是非？太不尊重本王了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吗？不尊重我。我告诉你们什么叫真正的运筹帷幄。第一步呢，先去拆，不是先去补孙鲁豫，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打吗？完事儿呢再去拆布置，布置觉得我失误了，他觉得他能给曹操补一张牌。哎，我靠，你怎么不按照我的套路走呀？这家伙不乖呀。我想让布置弃牌给曹操补牌，然后再拆曹操，彰显出卓越的智力。真是的，取财富值论能行赏。这幽默细胞坏死。看到没有，我问队友谁是反贼的老大，队友说你是，这就是实力。不仅打服了对手，还打服了队友。是改日吧，保护大哥了，大哥其实没事儿。
结束呀。谢谢大爷。哎，小伙子们怎么突然烧条啊？大哥不高兴了。胶州一定无懈可击，主公尽可放心。快快快快快！怼一刀。